Hello，大家欢迎来到 J Channel，我是竹子。该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近期最新更新的全新维基奇卡斯团战中的各大训练师们可以出战的最佳选择以及克制宝可梦阵容吧。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看哦。基本上，雷吉奇卡斯的团战中呢，最佳出战的选择宝可梦大可都可以选择大部分的一些格斗系宝可梦。那其中包括目前最佳的格斗系霸主有这个路卡里欧化。那招式方面选择可以选择双倍凤凰以及波导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别的选择其中还包括修建老将。那招式选择可以有双倍凤凰加爆裂拳。怪力的话，则可以选择空手劈加爆裂拳，然后斗笠姑的话有双倍凤凰加爆裂拳哈，超级耕鬼可以选择突袭加蒸汽弹，然后双倍凤凰加爆裂拳的铁掌力士，踢倒加蒸汽弹的超级长耳兔，双倍凤凰加爆裂拳的毒窟蛙，然后双倍凤凰加蒸汽弹的火焰鸡。以及就是双倍凤凰加近身战的赫拉克罗斯。来，那刚刚所跟大家提及的大部分格斗系宝可梦，在对上这个雷吉奇卡斯团战时，都会有不错的表现以及实力哈。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那当然也祝大家可以早日入手到全新登场的闪光版本雷吉奇卡斯。好了，影片时间差不多，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最后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